小严这怎么的了？哎呀，小严这是有心事儿啊。你是？啊，我是这上一任的护士，我姓陈。哦，陈护士，听说过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王小宁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看你对这个柳护士的感觉不是很一般呢。是呀。啊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但是你这心中的女神马上就要被人横刀夺爱了，悲哀呀。什么意思？你看不出来呀？柳护士跟沙院长有一腿。不可能啊，我天天盯着呢，还能有？百密一疏啊。啊，你说柳护士跟沙院长俩人在办公室里边干啥你知道吗？那你也不能知道啊。这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我以前就在这儿当护士。再说了，沙院长是什么样的为人我比谁都清楚。这么说你和沙院长？哎呀，女人呐，就是男人手中的玩具，你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。沙院长口味挺重。